产品介绍：奥达利颈椎舒展器，底板采用环保 ABS 材料，面板采用多种材料复合而成，产品为公司独家专利产品，无毒无副作用，环保是根据物理学理论的原理和动力学的原理，利用人体自身的重力来达到牵引和反牵引的效果，是小而实用、使用安全、携带方便的家庭物理治疗的理想产品。奥达利颈椎舒展器安装产品由底板和面板组成，底板分为前后两节高度。安装时，先将底板只有一个槽位的一端定位压在膝下，将面板的商标处对准近膝的槽位，此处要注意调节面板与底板居中。两手四指在外，大拇指在内，用虎口卡住面板两侧前端弯曲部，四指向内折弯面板，将面板卡到第一节高度卡槽内，习惯使用后可调至第二节高度卡槽内。奥达利颈椎舒展器使用步骤及方法。第一步，准备动作，选择硬床板或平整干净地面，地面可铺垫子，预备一个3至5厘米厚度小枕头，将安装好的舒展器高端朝前置于躺下时颈部位置，将枕头顶在舒展器卡槽位处，枕头和舒展器间不应有空隙，两腿大腿与小腿弯曲成 A 型，两肘向后支撑身体，慢慢躺下，将背部紧紧贴在舒展器上，舒展器最高处顶在颈椎部位，前后轻微调整身体及头部位置，尽量使颈椎呈现最大的拉伸弧度。第二步，拉伸动作，两腿保持 A 型，两手自然抱腹，两手打开平放，然后两手放在头上方，头部可以左右摆动。此种姿势有效治疗因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引起的颈椎病、驼背等病症，可以立即缓解肩部酸痛症状。注意，拉伸运动持续时间不宜过久，以5至7分钟最佳。第三步，牵引动作，将颈椎向下移动，将枕骨顶在舒展器的月牙上，然后将腿伸直，两手平放身侧，全身放松。此种姿势有效预防颈椎病及脑部供血不足引起的头痛、失眠等症状。注意，舒展运动以10至15分钟最佳。第四步，起身动作，手肘支地，手托头部，侧翻身，侧身1分钟后慢慢起身。将头部向左向右拉伸各2次，向上向下拉伸各2次，然后屈臂扩胸，往后活动数次，动作结束。